天拆大埔，今天拆大埔，明天拆政府，明天拆政府。好，各位媒体记者朋友早安，我非常感谢各位在这里，我期待我们可以持续运用媒体的力量，公民的力量，让大家看到这个残暴的政府。但是我要跟大家严正的说，我们这次提出的4.45求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首先我们必须再一次的强调，7月18号的事件完全是中央政府纵容的结果，不管是警察的调派或者是都委会的决议，中央都有权责，甚至于2年前我们提出修法也可以让这个制度扭曲获得调整，但是中央没有回应。所以我们要求8月18号以前马吴江流必须公开道歉，我们要不然8月18号我们会发起全民拆政府的行动。立即修法，立即修法，道歉赔偿，道歉赔偿，递归原主，递归原主，彻查弊案，彻查弊案。哪里啊？不能去啊？我问你用啊？他不是台风负责的，哪个负责的？我怕是我，我怎么不要过？对不对？我们自己来，要过去啊，把带回派出所啊，来休息。
你什么法？逮捕老师。阿Sir，你要讲一个法名呢？现行犯是什么法律？违反公共危险的理由是什么？违反公共危险。有理由吧？刑事诉讼法要求践行的程序是什么？你现在是到底是在为什么做这个行动？我要确认你逮捕是因为什么逮捕啊？如果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话，我们的逮捕都要合法，是对的，好不好？他做的行为，你们大家都有看到。他做了什么行为？我们叫他过马路啊！他已经影响到。影响在哪里？你们在做这个后面，你们刚马路全部围起来，老师过个马路就被你们抓，还被你们拖在地上，这样对吗？今天这么多警察在这里，到交路道安全还没有维护，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？你们冲撞了。我们哪里冲撞你们？我们各位媒体朋友，我们有碰到警察一下吗？当政府单方面把这个契约撕毁掉，他已经缺乏他的治理的正当性跟合理性，所以我想我们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既然政府他把宪法把它撕毁掉，我们的公民我们的人民自然就有权利来行使抵抗权。所以我盼请啊全国的民众，当政府不守宪，当政府不来保护我们的基本人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靠我们自己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站出来行使我们所具备的公民抵抗权。